韩点网红直播带货名场面，小杨哥直播卖面包的画风是这样的。嘿嘿，我下次播能放生吗？可以分期吗？打疫苗了吗？哎，谁的蛋？鸡蛋啊，有麻辣味吗？哎，我靠！卖女生用品时也是被网友整不会了。我要是在这个直播间试这个东西，我直接封号。女生用的，我需要上门安装。媳妇都感动死了。你不要光什么上门安装，上门安装，这是这得是上门安装，你自己装不掉，你要你这怎么装？你上门安装你就犯罪。你犯罪你知道吗？有的问题更是奇葩到不行。我不能用啊，你凭你公公买你不害臊吗？他需要你买吗？他需要你买吗？还把塞进鼻子里的辣条给大洋吃，真的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。等一下，你们鼻屎味是肯定没有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不卖鼻屎味。这个声音就是哥的声音有点小。有刀了？没有刀，这是辣条啊。辣不辣？我辣。哎，你这个问的问题，辣不辣是蛋？对，太好了啊！沙琪玛和马的关系你们知道吗？给兄弟们算个沙琪玛，沙琪玛，公马还是母马？沙琪玛。我没有沙马，我们是卖马啊，我们是。我受不了，我也受不了，我来。自由还是夜游？我的妈！就连卖卫生纸也能被网友问出花样。日用还有夜用啊？我这个分什么日用夜用？你还有日用夜用的吗？拉屎得用几张？那不看你自己吗？当然，小杨哥卖货也有翻车的时候。在测试垃圾袋质量时是这样的：多放几瓶，14瓶。我不行，我手喷15瓶。好看，屁事没有。行，兄弟们，你看。